酒里我加了药，可以延缓你的过敏症状，但是只能抑制一阵。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林将军陪我再喝两杯可好？ 我不知的事情，如何？箭在弦上，只待太子一声令下。切莫轻举妄动。是。此情可待，诚追忆。只是当时，你对我有过真感情吗？ 王妃这是，本宫听说林将军要结婚了，特意前来恭祝一番。怎好受西王妃的礼？林将军一家为我们南疆国征战天下，林将军本人更是前途无量。既然秦姑娘要成为将军夫人了，我们以后 应该亲近亲近才是啊。不知道秦妹妹是哪家的千金呢？能嫁给林将军，恐怕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吧。既然王妃这么好奇，那我给您露一手。你，相痴女！ 果然粗鄙，哼！小姐，这王妃就是个侧妃，还这么势利呀，跋扈嚣张，怪不得太子昨晚都没回府，把她晾了一夜。太子昨晚没回府？是啊，他千里迢迢追过来，太子理都没理。快点儿，走。 王伯伯，夫人似乎对这些战俘很感兴趣。小女子又没有出过内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别国人，看着跟我们没什么不同。这领头的便是英国将军，听说 还是我太子妃儿时的看护。今日生擒这些英国战俘，本王要开个庆功宴。既然夫人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参加吧。到时候把这些战俘就地正法，给大家助兴。